海大哦。你是成功高中毕业，也是名校哎。还好还好呀，而且是男校对吧？对啊，就对男校，所以北女不太跟我们联谊，因为我们都跟景美联谊。对啊，有分的。你知道联谊就是什么锦绣前程啊？啊，对，前程似锦啊，有没有？又有一个景美和成功的那个字这样，我们会取那种例行地狱。那什么意思？就是那个实力的力，一个实在一个乐，他就是其实他就是在那个地域，其实这也是例行，其实是也是商朝那个时候，你说殷商那个刀割这样，刀割，就像我们刚刚，因为刚刚老师讲到说被刨嘛，杀千刀，对，杀千刀，一直割血，先埋伤口，对，但你也死不了，对对对对对，例行地狱，对或错？凌迟地狱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凌迟，对，好，对或错？答对了，对，好。那凌迟地狱的话，主要就是盗墓者，去偷人家祖坟的这种，他会下这种地狱。半夜民众常有胃食道逆流挂急诊的经验，请问哪一种人是火烧心的高风险群 ？A. 肥胖的人 ，B. 过瘦的人，请作答。子怡呢？我后悔了，很后悔。可是我当突然想到，我过瘦的时候有一次胃食道逆流，因为太冷。然后冷的时候就很容易胃食道逆流，换起来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过瘦的人，但是我选了 A 肥胖的人，那就一样吧，因为还是偏食嘛。正确答案是 A 肥胖的人。肥胖的人。这么说好了，如果胃食道逆流有分生理跟心理，那我们先讲生理。如果你呢就是中广型，肥胖中广型，你会因为你的腹压比较高，你的胃酸这样这边比较胖嘛，顶上来，所以你胃酸就会往上走。那生理型的比较像是容易紧张啊、焦虑啊，那导致你作息不正常啊，你处在高压下啊，然后你又熬夜啊，抽烟也会啊。那这种生理心理造成的暴饮暴食，这些影响生理的时候，也会造成胃食道逆流。樱花钩吻龟是台湾特有的保育类动物，请问以下哪一个是樱花钩吻龟的特色 ？A. 雄龟会替雌龟筑巢 ，B. 不会回游产卵。请作答。哦，两个选择是不会回油产卵哦啊，怎样？哎呦，我们俩都社会组的，这考的我们不会。杨子怡，你讲。然后，因为我们都看过一般的鲑鱼，他们基本上都是会往鲑鱼逆流啊这种对。可是我记得，因为樱花钩吻龟就是因为不会回游产卵，所以它比较不容易繁殖。对，它的繁殖的那个环境比较差，是，所以我们才会把它列为保育类动物。稀有，对，稀有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然后错了。B、哦、不会回游产卵。樱花钩吻龟呢？它喜欢栖息在水温摄氏10到16度以下，然后又要是清澈无染的水域啊。但它经过多年的演化，它其实已经不会回游了，因此它就不会回游产卵喽。是的，所以樱花钩吻龟的确很难复育、啊。对啊。Kiss 这个单字的起源是来自于什么 ？A. 拉丁文的“我爱你 ”，B. 接吻发出的撞声词。请作答。啊！哇，这个。选择 B。是吗？不是。我们选一样。我们选一样。对不起，错。那子怡说。对，因为我刚刚突然想到那个，澳洲的那个非常厉害的那个女歌手，她有一首歌是 Kiss， 她因为到后面 Kiss，、所以我在想说这个 Kiss 是不是这个撞声词，所以讲出来的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B 接吻发出的撞声词，学者认为呢 ，kiss 这个英文呢，它的源字呢是英文中的 dyssan。我昨天还想说，有吗？这个声音在哪？但是呢，你如果讲这种感觉的话，就是用来形容接吻时发出的声音撞声词，因为先用 c 这样。然后再翻开，吸很久，要怎么念？我们台语叫“速产林”啊。成语“想入非非”典故中，最初是在形容什么人 ？A. 有修佛的人 ，B.
想娶侧室的人，请作答。哎，两个都选 A 的，你错了。因为你们觉得是个两个答案差异太大嘛，嗯，对，所以你们会比较想选择有修佛的人，对，是这个意思，对，想入非非。第一个，我其实看到非非的时候，我想到非礼勿言、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听的非非。但是他说当初的典故最初是形容什么人，我就想说哦，如果你想要入这个有修佛人的话，就是不对的，就是想入非非。嗯，对，对，嗯，请公布我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有修佛的人，想入非非呢，其实是取佛经里面非想非非想处的省略。其实呢，怎么样可以修佛修到非想非非想处？意思是你已经完全没有原本的思想，你世俗的一切都跟自己的身心一起消失了，完全融入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啊，融入在这个更高的禅学当中。所以这是禅修的最高境界。但后来呢，使用这个成语呢，不太明白非非的争议，所以反而是形容成脱离现实的。美国研究发现，有哪一种饮食习惯的人容易变笨 ？A. 挑食 ，B. 节食。请作答，到底是挑食还是节食？天哪！好，哦，已经十一，如果答对，今天冠军就是你了。杨子怡跟他不一样，哎呦，他跟你不一样。但是你淘汰的话，你就是跟他一模一样。我知道 ，OK 的。那你讲为什么节食？我好像看过这个报道，就是因为我原本一直以为说是挑食的人，所以你变成很多东西你摄取不到，养分摄取不到，对。但反而节食，它养分摄取不到的状况更严重，所以它更容易变笨。我认为的节食的人自律，自律的人就知道他在做什么事，所以这场人应该是比较聪明的。是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 节食。Yes。经过美国大学研究团队发现啊，长期节食者呢，如果你开始节食短短几周之后，你的注意力啊，你的学习效率跟判断力都会下降。对，因为营养师都讲过，千万不能不摄取这些东西，你没有活力啊。对。恭喜杨子怡是我们的冠军，来挑战 Battle ATM， 总奖金是28,000。好，我们加油挑战，这里是你的提款卡。哦，谢谢谢谢谢谢，立体的，立体很漂亮哎，前往金库。好 ，Let's go。好，请插卡。好。金库启动了，哇，里面都是现金啊！来，请看密码提示，有两道题目，你要自己选哦。啊，怎么都那么多？分别是50画的银行发现金，哪四个字？或是59画的分手后还是朋友？分手后还是朋友，应该比较简单吧。像是分手，哎，旧爱还是最美，这是歌词哎，四个字的成语，等一下。藕断丝连，那就不是朋友啦。我不会写藕这个字啊。你要选哪一个？还是选59好了。59，来，请锁定59。分手后还是朋友，也就是上面选择银行发现金的50画。对，来，请看是什么题目。50，趋之若鹜。我会写，不会，会不会？不会啊，鹜我会写啊。鹜我会写。59画的分手后还是朋友，请出题。藕断丝连，来，请计时开始了哦。哎，这怎么那么几画？哎，1234567891011121213141415，这边按。哎，对，15，好，断。1234567891011121314151619，好，算18好了。丝，1234567891011121212，连应该是连2345678910111，停，哎，这个写不上去，我刚画它没有出现，好，15181211，藕断丝连，对或错？
错的，你还有几秒？15秒了，计时开始。15 12 13 14 15 16 18 17 6 5 4 3 2 1，时间。OK OK， 是吧？是二三四五六，时间已经到了，时间已经到了。啊？你总共几话？一五一八是33话，嗯，33话加22话，55话。你刚刚题目是56对，还是58？59，哪一个字那么多？藕断丝连，一二三四，密码15181111，对或错？感觉是断啦，啊，对，断吗？断好像少写的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啊。啊，草字头啊，连连连是笔画错吗？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正确是19181812110，所以你的密码也错，字也错，太可惜了，挑战失败。来，辛苦请关门，差一点点，再见，再见，差一点点。Battle ATM， Who dares to battle？ 哦，拜托 ATM， 谁敢来 battle？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